7月20号，有网友爆料，在少卿的演唱会上，汪峰迟到80分钟才到现场。对此，汪峰工作室向媒体回应此事。汪峰工作室辟谣所谓汪峰迟到的传闻，表示该活动为拼盘演出，并非个人演唱会。汪峰是完全按照演出流程和时间登场的，并且提前到达现场，一直在后台等候，不存在迟到的情况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